最深刻的记忆，我觉得这次记忆还是比较难忘的。嗯，一个是家门口的比赛，然后再一个就是也是作为最后一届了嘛，我明年的巴黎我是希望能够站上领奖台的，因为像击剑这个项目，特别是女众，目前据我了解的话，只有一个人是获得了冠军，就获得了两次冠军，然后有两三个人是站上过，连续两次站上过领奖台，所以我觉得我还能再继续打一打，我希望我能成为那个就是更突破一下自己，